爱你，一天一天想你，一点一滴终于爱你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。爱我，一天一天想我，一点一滴终于爱我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当时光慢慢过去，用回忆收集每一个可爱的你。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刻。如果说社会是大海，人生是小舟，那么理想信念就是引航。行行行行，上课就要有个上课的样子，你睡着了也得掩饰一下呀，这么明目张胆的是想对老师表示不满吗？不好意思老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啊。没有理想信念的人生，就像失去了方向和动力的小船，他就一直魂不守舍，在生活的波浪中随处漂泊。不行不行，一定不能让庄哥哥知道我昨天救他的事。我昨天是怎么被救醒的？还没什么，就人工呼吸呗。人工呼吸？对啊。谁给我做的人工呼吸啊？哟，没事了。哎，难道是他？吓人！哎，这死一回脑子都变了，看美女这么直接。我不会是曲直吧？哎，杏儿，莫非是米杏儿救的我？发什么呆呢？他们三个谁救的我？他们三个？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？是吗？是我给你做的人工呼吸。滚！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哎，米杏儿，你怎么了？大半夜的不睡觉。夏美人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那要是上课的事儿呢？就明天再说吧。要是八卦呢，倒是可以讲讲。我觉得算是八卦吧。你说二维码是不是对我下了什么咒？咒？是不是他对你下了爱情的魔咒啊？你说什么啊？你不会是说我？对，你就是喜欢上那条臭屁的红烧锦鲤了。一看你就没谈过恋爱，像你这种菜鸟，喜欢上庄伯乐这么难接受吗？我明天问问小李子，我看他怎么说。晚安。晚安。正位情侣，恋爱上升，真的是他吗？难道就是他？嗨，我们来了。糟糕，为什么看到他心跳加快了？糟糕，怎么今天他看起来这么可爱？你说要怎么才能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喜欢另外一个人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喜欢他。谁说的？我不喜欢。我说夏蔚然。What？ 啊？我今天看到夏蔚然在跟一个学长约会。谁？叫什么？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八字。啊？你是在调查户口吗？他今天会遇到渣男的，桃花运很差。啊，对对对。所以为了防止他被渣男第 N 次伤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啊？你怎么那么关心夏蔚然？是不是有什么坏主意啊？我一个帅哥能有什么坏心思啊？我就是作为朋友，那总是要关心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么吧，这样吧，我们就这样暗中观察，然后看他跟夏蔚然是什么关系。不是，这么多人看着我们，就暗中观察。放心，早有准备。噔噔噔，隐身符。隐身？还需要配合我发明的隐身理论。这样啊。你先把它呢贴在身上，然后呢找准一个人，谁看他你就看他，你目光要坚定，要灼热，嘴里默默告诉我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成功了。这不就是比谁更尴尬吗？天哪，二月呢居然发现了法术背后的隐藏理论。还有理论？两个人对视最容易产生尴尬，越尴尬的那一方呢就越想逃避，逃避之后呢就会躲开。这个
就是我的尴尬的声音。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那你这张符也没什么用啊。这个是仪式感啊。你别骗自己了。你现在是在嘲笑我吗？我只是想要这种隐身而已。是，有时候就是希望这样隐身。你隐什么身啊，曲芝？别闹了。你能懂我吗？像你这种从小被赞美包围又不受欺负的人，永远不会懂得想要女生的感觉。哎，别闹，别闹了！我看见学长进学生会活动中心了，走，快跟我跟上。哇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听说是学生会会长开的，专门带大家解决烦恼的心理咨询室。哎，那刚才那人是谁呀？是学生会长白不凡吗？同学们，你们是第一次找会长咨询吧？嗯，把你们问题简单整理一下。谢谢。会长要提前准备。谢谢。哎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想知道夏悠然和他的关系，最好就是先打个 DNA。填吧。填。学姐，我填好了。同学，数学系出门右转。我来。同学，宝贝和离这里不远哦。啊，学姐，见也不说话。你看这个，我想咨询的问题就是这个。好，跟我来吧。哎，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人在这儿，非去问别人。好啊，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呗。说，如果有了恋人，朋友会伤心，朋友跟恋人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当然选朋友啊。就想听这个吧，玩同情让我书读一门都没有，我选恋人。装不了，我告诉你，还有43天，20岁之前你再找不到女朋友，我会亲自把女装穿到你身上。紧张什么呀？怕输啊？学妹，别紧张。把你的问题都说一下。学长，请问你跟夏威然是什么关系？啊？不是八卦啊，我就是好奇一下朋友的感情生活。学长，最近有个奇怪的家伙总是在纠缠我，要怎么才能委婉地告诉对方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有结果的。原来就是你啊。学妹，是这样的。我和夏威然同学呢，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只不过是说过几句话而已。真的吗？嗯。这么紧张，果然是喜欢夏威然没错了吧？不能让他越陷越深。学妹，你看今天的夕阳美不美？今天还没有夕阳。想象，想象一下。想象。你心里呢，一直住着一个人。每当你想起这个人的时候，你都会脸红。心跳，你会时常追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？这个症状看来是病入膏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但是你没有必要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。没有必要吗？是的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一个人，你的心会自然告诉你答案的，所以你要保持和平常一样跟他交往，就像是朋友一样。就像朋友一样。别激我，聊什么聊这么久？哎，你们在干嘛？没干嘛。聊什么聊这么久？二维码。和你相处很开心。牵手，来路的风，我也很开心。那以后，我们继续做好朋友吧。喂！啊，朋友。是用 A 和 B 表示向量的 M A M B M C 还有 M D， 这里呢平行四边形的对角。二维码，和你相处很开心。
我们继续做好朋友吧。明星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一定要搞清楚。张伯乐，老师，黑板上这道题你做一下。好。毕兄，你陪我南征北战这么多年，期中考、高考咱们都闯过来了，这次咱们也不怕。毕兄，保佑我期末考试不挂科。 二维码，你怎么来了？明星儿，我想问你说以后只做朋友的事，你的以后是多久？以后这么多复习资料啊，以后有时间再好好复习。然后再也没有打开过，这部剧先下了，以后再看，然后再也没看过。 以后这个词对我来说，大概是一辈子吧。明星儿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不只想跟你。打扰一下。学长，你来了。今天学校为了提升学风，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，社团负责人一个学期如果挂科超过三门，那么下个学期这个社团就被取消了。你们都注意点啊。 不过你应该没有这种问题，你看一下。谢谢学长。走了。啊。什么叫做你没有问题，我就有问题？我什么问题啊？那没问题，用英语怎么说 ？That no possible. 期中考试挂了几门？4科。那你确实有问题。小神棍，我们今天是来复习的，不是来郊游的。 我不是为了吃啊，我是为了补充脑力。可是我们现在一道题还……那我们就边吃边复习。嗯，我今天先给你讲一个函数的三明治定理。三明治还有定理呢？ 三明治定理呢，是用来判断极限存在的两个法则之一，就是讲函数 a 大于函数 b 大于函数 c， 那么如果 a 和 c 的极限是 x， 那 b 的极限也一定是 x， 听懂了吗？就是说，面包 a 君跟面包 c 君相遇了一个芝士 b 君夹在了一个 x 里面，然后芝士 b 君就无处可去了，这个意思。可以这么理解。 那我们今天高数就讲到这里了。这么快啊？我们来看看英语吧。哎，英语选择题我会。刚才我已经为这支笔加持过锦鲤之力了。那你试试这道题。哎，等，你这不是懵了吗？这个不行。那这个也不行。小神棍，你如果这个状态下去。 你一定会挂科的，到时候锦鲤俱乐部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那就只能突击训练了。突击训练？这两张书这两天看完。啊？啊？什么？为你好，好好看。为了提高成绩，保住社团。 只有临阵磨枪这个法则了，明星啊，你别怪我太狠。不过这也太安静了吧。想想，想想，你怎么睡着了？我一看书我就犯困，你是不是在书里下安眠药了？没人干这个。你现在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书啃完。可是这个书不是我想啃就能啃完的。那你没有在好好学啊？我今天真的在好好学。你也得理解一下学渣的痛苦吧？我们学渣跟学霸不一样，不像学霸学什么都能会。
学霸也不是天生的，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他在学习，你们在刷剧的时候他也在学习，甚至你们睡觉了他还在学习。他今天怎么了？我是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在努力。敢这么说我？我今天真的在努力，我今天只干这个了。是，你人是在这儿，可你心不在这儿，你学多久都没用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自以为是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？你也为别人考虑一下好吗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哎，闯不乐，吃饭了。这问题有点严重啊。喂，接二零吗？你烦不烦？这吵架我见多了，因为父与吵架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像你们这种学霸和我们这种学渣那完全是两种生物，你不能用学霸的标准去要求米欣儿这种学渣。可是我明明是为了他好，如果他努力复习就肯定能做到的。你不要觉得你在对别人好，别人就也会以为你在对别人好。你要求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问题。对方的角度？对啊。我问你，你觉得我是怎么考上海大的？不知道。当年我爸呢是游戏软件工程师，他把所有考试的疑点难点都设计成了游戏，那最后我通关了，我自然就考上了。真是为难叔叔了。我跟你说认真的呢，像对付我和米星这种学渣要学会因材施教。因材施教。谁还不来？没谁。不会是二维码吧？我只是算他会不会跟我道歉而已。那结果呢？小神官，走廊门口有东西给你。通往魔法大门的钥匙藏在魔法教室中。可以在宿舍楼口找到光明的魔法捷径。校园微学录暗含着勇气的魔法锋芒。解决学科怪兽的密码在锦鲤闪耀的地方。这鸣人 X 是漩涡鸣人的一个影分身，我们把所有的影分身叫做漩涡鸣人的不定积分。守护神是一种正面力量，他所倡导的东西正是摄魂怪的食粮，希望、快乐、活下去的愿望。龙破展皱纹体现了何种代表当下时代方向的哲学思想。我在黑暗中起始，把阻挡在我们前面所有的愚蠢之物集合你我之力，赐予他们平等的毁灭吧。邓布利多，米杏儿，被神选中的孩子，有感受到这本书神秘而伟大的力量吗？
盖了这么长的胡子，你都认得出来啊？你化成灰我也认得。你不是说你是玄学绝缘体吗？这些都是你弄的？我想为你改变一下。谢谢你啊，给我准备了这么好的礼物。米杏儿，我想说，那天是我太激动了，对不起。还有，今天晚上我陪你一起好好复习吧。钟乐，你吃错药了？你们先聊，邓布利多走了。哎，那是什么宝贝啊？这个确实是个宝贝。怎么停了？二维码同学，你英语好吗？还可以，平时会看一些数学的期刊。这段话讲的是这个意思。苏格拉底问柏拉图，让他摘一个麦田上最大的麦穗回来，但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只能往前，不可以回头看。最后柏拉图两手空空的回来，苏格拉底问他为什么。柏拉图说，因为不能回头，所以不确定自己身边的是不是最好的，就一直往前走。但后来才发现，其实后来的还不如之前的。苏格拉底跟他说，这就是爱情。那，你把剩下的发我吧，我帮你翻一碗。哦，好。好了。好，你休息一下。想你一点一滴，终于爱你的心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。也许是那天暖暖的阳光。翻译好了。我空调都在等着我回家。你这么开心，考得很好吧？当然了，因为有魔法书。魔法书？我们复习资料里面还有这个啊。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嗨一下。哎，好哎，我觉得我们学校门口那个烧烤酒吧还不错，我们一起去。行啊。你这大小姐能吃苍蝇馆子？与民同乐嘛，吃什么都行，好吃就行。行，走吧。哎，那个我们。要不要叫庄伯乐他们一起啊？叫他们干嘛？没事没事，我随便提的，走。哎呀，别聊了，别聊了。吃烤肉好吧？哎，夏蔚然。
你们也来这吃饭？你也在这吃饭啊？对啊，要不我们拼桌吧？拼桌吧，啊，拼桌。冯旭，你今天不对劲啊！你们有情况。我不是说你最烦冯旭吗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宿管阿姨都谈恋爱了，我再不找个男朋友怎么出门？我不是说你啊。干嘛呀？说，怎么追到手的？忠诚，服从，提款机。那你不是舔狗吗？那也比你强，单身狗。哎，干杯！假期快乐！假期快乐！假期快乐！你说有没有感觉我俩像电灯泡啊？哎，是。考试考怎么样？有把握的还行。那把握多少？别聊考试，吃着饭聊什么考试？考都考完了，咱们今天这顿饭就是为了咱们庆祝假期。嗯，对。来，把酒都给我满上啊！第一杯我先提啊。首先呢，要庆祝我们这个完美的度过了第一学年度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也都收获了很多，比如我和夏维然就收获了爱情，还有我们的庄伯乐同学，他即将收获，他即将收获女装。女装？女装？什么情况？大家喝酒吧，赶快，等会儿吃菜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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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杯。你们不觉得咱光吃有点无聊吗？要咱整点游戏吧。好，真心话大冒险行不行？你无不无聊啊？人多呀、啊。我有牌。哇，你这太厉害了！太专业了。哎呀，我们不是想考前占卜一下吗？没事，我先来说规则啊。好。一共是六张牌，抽到相同花色的两个人呢，可以问对方一个问题，比如真心话，或者是大冒险。哎，这可以。那如果两个都不要玩呢？那喝酒呗。对呀。来吧，我先来。啊，这么转，好。来。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刻。我是红桃十，我也是红桃。来吧来吧来来，真心话大冒险自己选。要不你先。哦行，那他不会要表白吧？你可不可以？真心话大冒险自己选。要不你先。啊行，那他不会要表白吧？这应该是个不错的机会。那个，要不还是我先问吧。啊，也好。我也不能太主动啊。要不还是你先问吧。你们两个人先。好，我问。你是？要不然还是大冒险吧，大冒险最好玩。行行行，来个刺激点，一个得出。那你就去找隔壁主，跟他说你要做他女朋友。哎呦，挺行啊你！英雄救美、啊，哎，可以呀、啊、你。我们喝酒了。那行，那到你了，你选啥？他选大冒险，我也选大冒险吧。选大冒险，行。那你亲笔确认好。冯旭，这个行。你选大冒险，快去快去。亲一个，我替他喝了。你看人米歇尔多勇敢，你看米歇尔。听我说，我今天算了一下，今天就输这一局，所以，好吧，哎，咱一块儿喝，一块儿喝，一块儿喝，来，别，来一块儿喝吧，一起喝吧，干杯，干杯啊！你少喝点啊。没想到二维码不戴眼镜的样子还有点帅。
这一定是在做梦。收拾好了，那。小芝，谢谢你，我们回去再说啊。慢点，慢点啊。谢谢。慢点。喂，小芝。昨天什么情况？我哪知道，我喝断片了。其实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那我怎么跟庄伯乐在一个房间啊？哎，那可是你当时拽他去的啊！怎么可能我拽他去？你赶紧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你真想知道？你知道之后别后悔啊！你快告诉我吧。行，那等一下。开学再说，没有人能打扰我完美的假期。奶茶来了，奶茶来啦！嗨，嫂子，我是不是酒精中毒了？出现幻觉了？喝多了？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。真的是？你等我一下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想到你会过来。那个进去说吧。好。这个是我爸用来练功的，不好意思，请坐。还真是虎父无犬女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啊？这个本来是想邮寄给你的，但是后面发现有你的地址，我就给你送过来了。跑这么远，专程给我送这个？你看你成绩，
开学考试如果再挂科的话，锦鲤俱乐部就被取消了。所以我就来给你补补课。谢谢你啊。你第一次来这儿？对。吃了吗？还没。要不要吃点？我们还是先补课。我知道一个补课的地方，我带你去。啊？我们等会儿在这补课。吃饱了才能复习吗？能吃辣吧？要不我们点个鸳鸯锅？鸳鸯锅。我们庆州人九宫格可是最后的底线，不能吃辣，在这个城市身家立足。调料呢？我刚刚点了麻酱。那种东西只配跟羊肉喝。来，满上，保证你吃得了。好吃吧？哦，好吃。好吃吧？那就多吃点。毛肚、牛肉、鸭肠，多吃点。哦。这家店是不是特别好吃？特别正宗。嗯。辣吗？嗯。解辣神器，牛奶跟火锅更配哦。就好了，没事，好多啦。这个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和牛奶的酪蛋白结合，很快就排出体外了。这你都知道，你好厉害啊，老板。没什么。服务员，再来一份毛肚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好。哎。怎么了？我去你家找你，阿姨说你和同学旅行去了。你这万真宅啥时候喜欢旅行了？你和哪个同学旅行啊？跟冯旭，老冯，对，我在他家呢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叔叔叫我吃饭。喂，小植，你是不是跟庄伯乐在一起呢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跟他吃火锅呢。什么？你说吃火锅？对呀，红油火锅，他可爱吃了。哎，那家伙吃不了辣，从小一吃辣就胃疼。不是吧？还好我给他买了牛奶解辣。牛奶？他乳糖不耐呀，喝牛奶会拉肚子的。你赶紧给他去买药，胃药、止泻药全部都买上。好，好。回来了，接着吃。二维码。嗯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太辣了？不辣，我刚刚就是烫着嘴了。胃疼，我太辣了。
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不用，我们去买点药就行，吃太多辣椒了。好，那行，那你等我，我叫车。这个是五味药，这个是常年药，然后你回去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吃。我又没生病，吃什么药？我买了两份，你一份我一份，万一你也中招了。今天算不算我们第一次？是吗？第一次吃饭。好像之前吃过。如果不算上其他人的话，今天确实是第一次。我想说，那个我到了。哦，好，米线儿，我今天很开心，谢谢你。那你回去好好休息。庄伯乐，哎，我想说，谢谢你来到我的城市，没有不可。看见了漂亮的腰甲，美丽的腰甲，我的眼神也从来不会忘他。我太多的顾虑让大脑质疑，说出喜欢你。哦，年轻的腰甲，动人的腰甲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和你来比。走了拥有你的地平线，弹着吉他瑞咪咪嗦为你唱着歌，又想起记录着我们短暂的快乐。哦哦哦哦，我在唱着歌，你抱着我睡着了，天快亮的时刻，呼吸声也靠近了，不敢拉近的体温还没有